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光，欢迎收看我们的 X Five 以后放松健康生产健康技术脚教室。今天大家教怎么酿酒。我刚刚录了一部影片，就是我刚刚有没有录这个，然后之后档案爆掉，好，重录没关系，再来一次。然后今天教大家怎么酿酒，就我先给大家看三个酒桶，只有这个有灌溉的东西的，只有这个有灌装灌溉的酒桶。对，我刚刚照他说的这个做嘛，其实实际上不需要装这个，因为它绝对不会酿出酒。它要先一灌溉的话，先一灌溉它就只是一个储水的器具而已，对，它只会储水，没有用。然后我就直接放在那边，然后之后它酿酒需要两个材料，浆果跟茅草50:50的比例，然后再加上100:100的水。对，水已经灌好了，然后刚做几罐啤酒，现在有扣100，所以就是百，消耗一次要100，然后之后你要在里面丢个水瓶，如果没在里面丢水瓶的话，你就会看到它变成酒液体，然后你有装水瓶的话，直接变成酒瓶，就是我身上这个，然后呢，我今天直接加速到它做好为止。好，反正就放着，等一下嘛。那顺便聊个天干嘛的？对，我发现有些人有问题，我觉得可以用留言讲，可是我觉得拍一部影片，大家就再也不会有这问题，一劳永逸啊。这我觉得也不一定啊。但我觉得他马上就需要哦，哎、欸，跟我讲一下他怎么做，然后之后你可能吃个饭回来，哎、欸，还是跟我讲怎么做。我可能拍出来之后，他还是问跟我讲怎么做，那我一定打。没有，我们不做任何人身攻击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它是游戏时间要等1个小时，单人1个小时，多人6个小时，就是一般时间，不是像这种加速时间哦。现在加速时间里面，对，懂的，可以使用双刀或是变出翅膀干嘛的。那我现在做三个部分，我现在同个时间三个酒瓶都在酿造，然后之后我们等下如果这个没有酿出来，我们就把水管拆掉，然后再等一次，再酿一轮，对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然后之后我觉得没什么问题，因为酿酒就是这样子，然后之后你可能可以喝两个，哦，忙啊，好好喝。我看看，OK，好，酿好了，我们这个看金啤，好不啦？啤，好，紫啤，它叫紫啤，紫色啤酒，这个还没酿好，等一下，这个还没有动静，再等它一下。那我记得那个第一个好像已经酿过，所以我们直接，对，它酿好了嘛，看到啤酒酿出来咯，就这样子。然后这边再等一下，我们这个部分是不装水瓶的，然后这个已经放了半个小时了吧，其他，等它酿出来再说。然后之后我们这个就可以直接再酿一轮，冲，酿一轮，再放一个，好，同时间我们再把这拿掉，看它会不会有啤酒。然后中间这个还没酿好，再等它一下。哦，酿出来之后，你看到酒水的话，必须要装在玻璃瓶中来喝，就是它的液体是在这酒桶里面，你可以拿出来。可以了，然后你就要装玻璃瓶，然后就变成一个啤酒。哦，那就是这样子啊。我刚刚有点误会，对，没关系。好，就这样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